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第一罗汉项链出炉，万绿湖服务器又有狗托逆袭，炸出了全服第一灵力的罗汉项链，初始灵力达到了257点。与之前的第一罗汉项链相比，这条新出的项链初始灵力高了整整7点。二， K 总九黎城化圣九层，沂水雪山 K 总的九黎城号，本月将代表表弟团队征战武神坛。这个号每月刷85亿经验左右，如今已经升到了化圣九层，越来越多的九黎城报名赴战，未来的 PK 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面商阵容。三，新出150愤怒野兽腰带，蓝天门新出一条150愤怒野兽腰带，初始防御108点，气血325点，属性相当给力。四，山哥买第一耳饰被违约，嘉玲将新出全服第一法系耳饰，综合属性达到了101点，珍宝阁山哥第一时间就去竞价，以100多个的价格预定了这个耳饰，并且专门支付了16万的定金。不过让人万万没想到是，卖家最后居然违约了，并且只退了16万的定金，并没有双倍退还。